啊，你想讲吼，那落大雨，因暗来演出啊，落大雨，互咱观众难受吼，会唔甘啦吼。戏还未开演，导演就先就台解说，临时刷位是为着体贴南投乡亲，袂让雨水压着或者是关掉。啊，是唔甘啦吼，歹势啊咧，啊，互大家咧过千里迢迢过刷来吃。以前吼，我们的物质条件、生活都不是很好哦，啊，生活条件拢较无好，但是吼，咱可可安怎无好吼？咱拢医疗业咧，就用去庙口看歌戏、看布袋戏的演出，那个就是最好的什么？文化跟艺术的养成。孤独的千里，整天流连忘返在异国的小教堂里，祈求神机洗净他的悲哀，以获得救。真夸张，但够喜感的演出方式，加上三不五时演员够会走个台下，甲观众来互动，和现场民众常常是看甲笑声不断。虽然表演拢是过去的故事，但演员精彩个好笑演出，和所有小朋友拢看甲真欧乐。好笑的地方就是老大那种很夸张，讲话的语气，讲话语气啊。刚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整个那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大家一定要来看哦。现场不时以六七十年代真红的国台语歌曲作背景，加上用心的舞台设计以及演员怀旧合作，真紧就将现代观众带回过去年代。他用这样的一个戏剧啊，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左右邻舍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啊，然后他用一个诙谐幽默这样的一个表演一个戏法啊，然后把这样的故事把它串联起来。那可以让大家感觉好像就是我们街坊邻居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。那所以，经济颜色来讲，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实力派、现实社会中一种比较实力派的一种剧本的演出。这次经济演出将在南投县免费演出四场，除了十一、十二号在南投第三演出两场以外，还有十五、十八号在玻璃草堆两场公演，请南投乡亲就要把握这难得机会啊！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